什么是朋友，或者朋友对你来说是什么？我答应了朋友随口的邀约，在这个没有考试也没有课程进度压力的一周，是最好的暑假时间。我们约好健身之后一起吃晚餐。夜晚的中立很多车，车子从身边呼啸而过，我们互相拉着对方，一个看前一个看。我选了一家同时可以吃甜点也可以吃正餐的韩式餐厅。吃饱之后，他们说要送我回捷运站，我很开心。路上我们没有说太多话，我只记得我们向对方说谢谢，很好吃，今天很开心。